知道毛毛球在我家门口，然后要给我什么生日的 surprise。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现在已经是12:25，凌晨12:25。他大概12:00就已经在我家了，门口了。我刚刚去 CVS 买药给艾拉，很快就到家喽，看看他会给我什么惊喜吧。很亮哎，关掉啦，关掉啦，很亮哎，他在录影啊。快点关掉啦，关啦，要把关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呢。我要把这个经典时刻录下来呢。哪里经典嘛，对呀、啊、快点啊，生日快乐啊，快点。thank you 我可以打开吗？可以打开。跟我 say 个 hi 嘛，跟我说句、hi。哇哦，好漂亮的袋子。哇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Juicy 的手表，真是的。因为我感冒，我就不亲你了。好好，拜拜拜拜。你要走了吗？对啊，你先把东西收一收啦。你们两个不要这个样子。